题不断的南韩第一夫人金建熙又成为风暴核心，因为他的粉丝俱乐部热爱建熙，竟然外泄应该是高度机密的南韩总统行程。대통령실이대통령일정을도대체어떻게관리하고있는것인지참담합니다。南韩在野党忍不住痛批，因为这么离谱的事件竟然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지난5월김건희여사팬클럽을통해대통령집무실사진이공개된데이어이번엔경호상비공개가원칙인대통령의외부일정이유출돼논란이일고있습니다。5月份连 po 两张与丈夫尹锡悦在总统办公室的生活照，就被质疑外泄机密。现在又不小心泄露总统行程，不但大邱市长直呼第一夫人粉丝团应该立刻就地解散，在野党更是忍无可忍，搬出金建熙疑似干涉政府人事事件。要求法务部立刻调查。수사할생각이계십니까？예，저희검토중입니다。자세한사항은말씀못드리지만저희가법과원칙에입각해서저희가。南韩第一夫人接连出包，直接冲击的就是总统尹锡悦的支持率。먼저국정운영지지율은석달째떨어져서 20% 대로내려갔습니다。특히20대30대지지율이지난달절반수준에그쳤습니다。入主青瓦台才满100天，尹锡悦支持率就迅速崩盘，已经越过死亡交叉。尽管三分之一民众认为最该负责的就是他自己，夫人金建熙也没有被列入冲击支持率的四大战犯。不过随着金建熙惹出的风波越来越复杂，似乎已经成为青瓦台最大的负资产。三立新闻综合报道。